魔鬼，你不要碰他！孩子们，孩子们，魔鬼，你放开他！孩子，快躲起来！快快快快快！站住！把孩子放下！再进来我就打死他！什么情况？他们劫持小豆子，找几个炸死！等等，你们全都是孩子，那怎么办？你们绕到后面，找机会救孩子。走！怎么回事？大爷来了。
就是四叔先生。你是啊？我们是同行，我也是教书匠。跟我们走，小钟扶大家出去，走。就是，走，快走。将军，这边，这边的，快走！